鲜叫卖直播的，我真的去外面，没有一样海鲜买得下去。去比过一轮就知道啊，以相同尺寸的大小，他们付之两个之后就是比，大概比那个生鲜超市便宜个30%。当然啦，成本不一样嘛，人家生鲜超市有冷气哈，有店面租金，更高的店面租金。但是呢，来这边如果一次买的够多的话，你会省很多。哎，手机高炸！你本菜菜怎么样？是买五块鱼，要买100多大只，怎么才？100多大只，怎么才会使买几个？欢迎走。一包了啦，赶紧的啦，一包了啦。几包了？100，几包？300啦！今年啊，三百六来！三百六来！一包虱目鱼网大概是100颗，大概是100颗哦，所以1颗是多少钱？3块钱。三两鱼丸，我加一挂芹菜煮啊。不加油葱花。这海边真的，免啦盐。汤就不用洗澡吧。这海边哪边啊？买菜菜找菜菜，买到有主题曲哦。买菜菜找菜菜，要买菜菜找菜菜。再五百啦，五百六。来，这个轻松来一下，五百一下，五百。这样的这个就不能这么讲，干脆过来两遍，或者便宜，便宜过来便宜，只要一天来玩，聊个东西那个，贵要不要跟你说？这样我包回来，这样我包回来，这样便宜，我包你不得回来，这个回来这样我包回来，我这个我包回来，七点回我包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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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包回来
注音怎么选？波是什么波？波是有的波。波是什么波？上面波的波。不要啊！不要喝啤酒，我要喝水或咖啡，要不然其他饮料都好，就是不要有酒精啊。我下来，我是吹干嘞，我唔是杯酒后乱性嘞。这也是咩呀？你讲，你是酒后大哥抽啊？你那酒后大哥抽，那贵到这样子的，酒后来，来叫你，来叫你，奇怪，奇怪。好，留下来。走，留下来，停下来，停来，他来，起来，一下过起来，两下落起来，一下起来，跪起来，倒回来，再接下来，来来，过了，来这样，停下来，停来，好，再倒回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再来，跪来，起来，再起来，跪来，跪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停下来，停来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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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接，再来，再接，过了。不做这样，像行李上规划的，两包两包，一百箱两包，一百箱。圣喜为什么会长那么高？海王子为什么长那么高？海鲜吃太多了。家里卖海鲜，海鲜随便吃越吃越饱。因为海鲜有满满的心。尝啊，食素会食，你搞骗。尝啊，食素会食，你搞骗。尝啊，食素的你表舅老是素的，尝会食。你食啊，肚仔会解迄种的啦。八两半。在，反正素素食素食素是食，食素是食鱼啊。有啦，像我收欢喜佛都会使。反正讲讲反正，反正，迄食素是食食些，你知？迄尾鱼啊，就菜哦，你就是来个食，哎，你知哦？
因为鸭子啊，就是因为鸭子少呀，那也要了，因为多大？那多大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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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你好，先会长高啊！不到。拜托，海鲜包富含丰富蛋白质，钙。海菜又拥有植物纤维，又有植物钙，不长高吗？当然长高啊！我有鼓励你们的话，你们自己去 Google。如果觉得 Google 还不行的话，可以问医生。你说的珍珠鱼是哪一种珍珠鱼？皮可以拿来当皮甲用的那一种吗？如果是皮可以拿来当皮甲的那一种的话，是红鱼。他台湾能够的吗？只用珍珠鱼，就是珍珠带啊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种观赏用的，也叫珍珠鱼，所以我们在地方也可以叫。那个叫做软骨珍珠鱼，叫做软骨带啊。那个都是拿来做那个醋酸珍珠，进口，然后进口冷冷啊，海鹤，然后都去进口，进个骨拢冷去，然后都去卤，啊连骨头拢会使吞了。来，有人点碗去哦。有人点碗，碗个手刀，碗个手刀哈。
三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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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块
四只两百，喂喂，多少四只？来，求得求得求得，有人跟求得。什么？咩？我把它倒，他把它倒无？你看，就富婆来，就富婆，就富婆来啊！这，给你三百九十块。鲑鱼，来了。啊？鲑鱼啊？鲑鱼啊？外公，签名了。你来。来了。好的。来了。多谢我了，谢谢。太厉害了新东西，你知？你刚才讲的都新东西，你知道哦？你当时话讲你当楼当时讲你要出地啦，嘿，像到你饲啊，做饲啊。陈氏，陈氏，后面有没有饮料啊？饮料几罐？出去打。没有。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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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刀来，幸好他们还有饮料，拿到一瓶。可以买啊，为什么不能买？来现场买啊！要不然现在买的人都不是人吗？这钱包我了，这钱包我来，这钱一百五，这个现在包我包我，这条钱完全包下来包我，一百五十块钱包我，包我现在包我，包我包我来，包我了，一百五十块钱好，乱吗？一百五十块钱好，一百五十块啊。会请这个表情，现在这个表情表示啥呢？精神不好，唔好传你去一个很好医啊啦。只不过现在这个表情啦，一惊吓安尼啦。啊，就讲听听我说说说，迄个你精神就愈好，不传不传是让你食去，知我请上。哎呦，这么轻哦哟！你恰当，你就驾驶不好，对不对？不坐市场，你就叫用鱼啊。所以市场啊，感觉这鱼啊，属于轻贵，对不对？进来，根本来不啦，根本进来。